真彩的节目，会找咱在咱老爹老爹来。来开门，真对。对。我们咱来甲志玲甲安排啊，你看吼，我们来甲照在咱照白主，大家拢总事业成功大进财。啊，伫这里啊，你马上嘛，大家感谢一下啦。好，伫这小大家今我们拢开金财满满出来，红豆大店大进财，会当好运年年来，谢谢。你那简单个明了，你听你，知影你真贵只白条后开安尼哦。我讲个长的呢吼，哎，只能讲个长的口才好，无差个遐啦吼。哦，我跋倒啦。你比比啦，你不是我多啦。好啦好啦，简单简单就好啦。重点啦重点吼，该做的工作到完成啦吼。来，咱今物就赶紧来甲这里的咱银行的主秀啊吼，辣妹钢管秀。来，第一阶段由阮过来甲安排。小花小姐，啊，再搁插钢管。来了，即摆来解读手机，再来个穿插哦。来，咱个欣赏的，咱个欣赏的哦，每一人真正拢做人的特色啦哦。哎、欸，那这个公里完了，领到芦荟村去呢吼，哎、欸，那你讲没有升梁山，不敢上梁山，来那欣赏了别跑跑的呢，哎呦，去呀去呀去呀，你甲看哦，旋转式，两双的手背给你甲滚滚滚，咱这个啊，就我的咱种地主，代代叫你孙奶奶个臭高人。来哦，尽量个接过来哦。哦，空中倒吊。来，今麦呢，这阶段咱就来个介绍完毕。这个第二阶段，予咱阿妹个变了，做咧服装的哦。但讲我来行一下好啦。